相当的凌乱啊，所以我们把它整理成项目排列，把它变得单纯可爱一点。相对，然后呢，细细啊，到时候三比一下，由此可证，他们一定是同一，这个也会是同一。哦。所以呢，就要提出他们的公式。得到答案，就这样单纯可爱。